你在干嘛？我在画洗头券啊。这样以后，如果你们想洗头，不好意思跟我说，你就拿这张给我，我就知道了。这个是我吗？对啊，很好认哦。一个小橘橘。好希望我也会画画哦，这样我就可以把我爸妈的样子画下来，不会像现在这样什么都不记得。你好香哦。像我们现在这样用同样的洗发精，这样如果以后见不到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味道互相想念。为什么会见不到啊？我只是打个比方啊，比如说我选上了，我可能要到处出差啊。那我不要你选。好啦，我答应你，我不会让你找不到人。嗯。但是这样子的话，你是不是要先成为我的家人啊？那为什么不是你先成我的家人？都好，只要是一家人都好。嗯。真的，这里是佛堂哎。哦，对哦。